把我们这个影片的转换程式先打开来试看看哦。记得，哎，这个打开。其实如果你不打开，直接在 Flash 里面它也会自动开啦。假设你会进那个视讯的话，可是我们现在先独立一个哈、哦。哇，好糟糕，那我的没有，可能你们都没有。这要装 Delete 秀九啊，你们好像没有，就是 Delete S9 啦。你们试看看好了哈、哦，来。哦，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用没关系，但是我这边有帮你准备一个那个，你看我们603的，糟糕，哦，你 Lesson 5里面原本就有一个影片视讯影片控制的，你可以到这边用。那怎么用？因为里面我已经没有帮你准备个 FLV 的嘛，等于说先转好的，好、哦，先转好了。那这个你转成这种档案没有办法独立用，一定要把它拿到 Flash 里面才能用，所以。这个东西你看哦，它虽然后面是 SWF，对不对？档案有没有很小？但是里面它有包一个什么？影片就是这里。所以当我打开了之后啊，你所看到的会是一个影片哦。有看到了吗？你在 YouTube 上面就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你所看到的 Flash 只是下面这个播放面板。然后呢？然后它的什么影片，它是从另外一边叫进来，所以 YouTube 的人家要抓就比较不好抓，所以后来当然，反正只要一段时间之后，大家就知道放哪里了，就会有那种程式专门抓啊，比如说像无名的有没有？像我们上次看无名，知道那个 Photoshop 练习啊，不是不能按右键吗？就是有人有就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抓，就抓下来了。反正久了，大家就知道你的原则了啦。刚开始也许大家就啊。哦，怎么都抓不下来，然后就去想办法嘛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所以常常有时候你抓的，像我们刚刚那种方式有没有？我们刚刚那个不是有用一个免费软体去抓吗？你抓到的会是只有这个而已。嘿，你只有皮抓回来，里面内容没有抓回来，因为那个是独立另外用的。好，独立另外用的。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就会试着让各位把它叫进来咯。你先找看看那个档案哦，如果你之前没有看到你电脑的，你可能就是到这一台先抓一下来。现在你已经看过刚刚的内容了，现在就请你来开一个新的档案哦。我就不要看多大了，然后就是照预设大小多大，50×400。等一下我就把那个视讯把它抓进来。好，那怎么抓？一样从这边汇入，有没有？载入外部视讯。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不要选刚刚那个，我要找这种 FLV 的，有没有？嘿，不要找他的。我的放在这边哈。Lesson 5里面的视讯影片控制，今天有没有？你看就找到一个而已。好，开启。因为这种档案没办法独立播，一定要透过 Flash 处理。把那个播放的那个放进去，好，下一步，哎，有没有发现跟刚刚就不一样的？好，因为它不用再做转换编码的动作。那它这里有几种方法，好，怎么部署？一个是直接从网站渐进式下载，那这个就是它预设值，就是等于说边传送边播放啊。好，这是最平常的方法，最平常的方法。那如果你是用 Flash 视讯串流。这个的话，他会告诉你，就是你要有 server，有没有？这后面要告诉你说，哎，你必须要有 server 才行。所以为什么有些厂商他喜欢用 FLV？因为他能够做到比较多 server 端的控制。假设他在 server 端去设定说，我这个不要暂存到你电脑里面，他就传送完就丢掉，传送完就丢掉，那你就不会有比较不会有盗版的问题啦。相对来讲啦，好、哦，相对来讲比较不会有盗版问题。那下面这个也是 communication，也是有 server 的。比较 server 的，那至于第三一二三四第四种这种有没有？它是不建议你使用的，因为这是旧版的做法，就是 Flash MS 之前的做法，所以一般我们就是用预设值第一个就好了。来了解哈，大致上这样。好，下一步，好，他就问你一件事情，你要放什么播放面板？解开我，你可以自己换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自己选择说你要哪一种，是不是都不一样？如果好了就差不多了，
你先做到这边，好，来试看看。好，这边的话，你现在最后一步选好了，我选那个 old 好了哈，因为它这个有的选项比较多，有没有？有的比较少哈。那我按下一步，他就问你，哎，你做完了啊？反正好了之后，如果你要看说明，就这个打勾，原则上都不用看了，反正就会完成了。那按下去之后，他问你说你档案要存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只有 Flash 就好了，是不是还要一个东西？它里面的内容，那个影片呐、啊？哎，因为你这样，虽然要汇到 Flash 才能够用，但是汇到 Flash，它主要目的是帮它加上那些控制嘛，控制播放的程式哈、哦。所以我现在把它放到这边，你参考一下哦。这里我先建一个资料夹，你比较清楚，待会会增加哪些档案。好、哦，好，点进来，存档。它在载入了，所以你刚刚那个它等于又抠一份进来这一边，哦，抠一份进来这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来直接场景上是不是有一个只有一个影格？你看你的影片片段，不对，元件库是不是有一个？这就是那个播放面板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你可以测试看看，是不 OK 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来看看到底它在这个里面增加了哪些东西，我放在这里，点进来，有没有发现除了这个档案，这是原始档，有没有多了这个？多了这个，因为我刚刚选的是不是这个播放面板？了解吗？你看，只有打开播放面板就在上面，哎，长得像这样。所以他把它这样，他只是利用透过控制的方式让它可以出现在里面。所以你真正的，其实你真正要拿出去的话，你必须要把那个 FLV 一起带着送到 server 上去才有用。你只送这个，你会说那么好哦，变成影片之后变成 6K，那它不是，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，它会爆红，对，因为影片的容量那么小就不简单啦。所以其实真正的影片内容还是在那个里面哦。你看我们这个影片内容多大？假设以刚刚那一段来讲，你看点进去，这个影片大小是多少？40 mega，所以事实上有一段时间，好，画面还给。